喂，您好，我是龙芯电脑售后客服，工号9527，很高兴为您服务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客服啊，你家的电脑不齐啊？不可能啊，我们店的电脑虽然都是假货，但绝对不会少零件的。提示按任意键砍题，我半天找不到。啊，您好先生，这个意思是让您随意按一个键。你怎么这么负责任呢？按坏了咋整？咋整啊？那您就按一下空格键吧。哪个是空格键啊？就是最长的那个键。那你直接说最长的不就行了吗？你是实习生吧？地盘在哪里啊？先生，地盘在我的电脑里。哎，你们做生意的怎么能这样呢？我付的钱怎么装在你的电脑里啊？那个先生，请您打开我的电脑。你的电脑我怎么去打开啊？你自己不会开啊？那先生，请您打开你的电脑。我的电脑刚刚不是已经打开了吗？那您看一下桌面上都有什么？桌面，一个键盘，一个鼠标，一个显示器，还有半包泡面和半包纸巾。我说的是电脑桌面。就是电脑桌面啊，没有其他的了。那先生，您用鼠标点击您的屏幕上面的那个我的电脑。哦，我点了，没反应啊。我们的鼠标质量比较差，您得用力点。你的什么客服啊？我要投诉你。那先生，您怎么了？我的电脑打开了吗？打开，你没打开。我按你说的，我用鼠标用力点击我的电脑，结果我拍照发给你，你自己看着办。